让开。你干什么？不就离婚换个女的，不会生气了吧？顺风，你要干什么？天啊，代表陆家本家的电脑被摔了。陆峰坐了那个位置。慌什么？我陆峰只是坐回本就属于自己的位置罢了。陆峰，你居然公然反抗陆家本家，你要是愿意给我们其他人端个菜啊，做做这个底层工作，陆家本家也不是不可以再给你机会。不然惹怒陆家本家，您可没什么好果子吃啊。我陆峰只会给自己的亲人上菜，你们算什么？对，你们算什么东西啊？仗势欺人。你不怕我将你的言行全部上报给陆家本家？风少爷，你最好还是注意。哼，我话就撂在这儿，想让我放弃季雪雨绝对不可能。当然，你们中的任何人也休想再次从我的手中夺走属于我的任何东西。子安，我们走，这庆功宴看来没必要进行下去了。哎呀，陆峰哥哥，我早就觉得无聊了。你要与陆家本部彻底为敌吗？陆峰，他们随便就能毁了你。那就让他们试试。陆峰哥哥，你刚才帅爆了，如果雪姨姐知道了肯定会很感动。暂时还不能让雪姨知道，这会打乱计划。那我不说就是了。子涵，我今天开车送你回去。小心！陆峰哥哥，醒醒！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我没想到陆家动手会这么快。陆峰哥哥，你受伤了？他破了点皮，小伤，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咱家的人真讨厌。陆峰哥哥，你车坏了，我现在就转账让店里火速给你提辆新车，我开车送你去医院。不用，我们打车回家。怎么这些出租车都不停啊？没看到我们很急吗？可能看我们受伤了，不愿意掺和烂摊子。哼，讨饭的都好意思打车了，少瞧不起人了。谁是穷鬼？我今天就用这张卡买你这破车。哎，就凭你还想买我的车？钱我拿了，让你们知道，你们这群社会渣子是不可能打车的。不卖车就把卡退给我。退是不可能退的，不过你如果愿意陪我，我就把卡还给你，还载你们去你们要去的地方。说回刚才的话，向他道歉。你以为你是谁？ 我没做错，我才不会道歉。给他道歉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车你们拿走，对不起，求您放过我。陆峰哥哥，别看我年纪不大，我已经有驾照了。嗯，就按我刚才说给你的地址开吧。冯少爷，您去陆家本家的庆功宴怎么不通知我一声？那可是鸿门宴。哼，不过就是件小事儿，犯不着老刘你放下风雨地产的事物来处理。冯少爷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万一本家对您做出点什么，您出了什么事，我老刘可怎么向过世的老爷子交代呀？先不说这个，江北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？麻烦子涵小姐回避一下。我回避？我可是陆峰哥哥这边的。子涵不是外人，老刘继续说。我不是外人。老刘你快说。冯少爷，计划都按照您的吩咐的进行，只是这江北区梁家软硬不吃，要收购他们的产业有些棘手。梁家？嘿嘿，还是逛街爽呀，去公司熟悉业务真的好无聊啊。梁心月，你干什么？你这个流氓，你放开我！你害我这么多次，我才不会再信你了，你个人渣。雨曼，我知道我做错了事，你不会再信我。
这都是我咎由自取，但你也不能信陆峰，他冒充了沐风的身份，他在骗你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初夜，我这是在哪里？